合颂》，担任演奏的是新一代年轻的钢琴家王亚伦。王亚伦是华裔00后的新生代青少年钢琴演奏家，曾经被称为拥有无法忽视的未来。他在6岁时就参加了北京国际钢琴音乐节，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，演奏了海顿的钢琴协奏曲，从此开启了他的音乐生涯。他从小就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音乐天赋，在9岁时，他就发行了首张的个人独奏专辑，由荷兰唱片公司推出后，获得了国际媒体的好评及关注。在今年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季中，他已经多次登场，为我们带来了多首精彩的曲目。下面他将带来的是《黄河钢琴协奏曲》第二乐章《黄河颂》。这首作品取材自抗日战争时期由冼星海创作的大型声乐套曲《黄河大合唱》，1969年由英承宗、楚望华等人改编为钢琴协奏曲。堪称是中国钢琴协奏曲艺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品。第二乐章《黄河颂》以深邃的大提琴奏出缓慢庄严的旋律，引出独奏钢琴的反复陈述，这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追溯。下面，王亚伦将为大家带来《黄河钢琴协奏曲》第二乐章《黄河颂》。